水未开，茶莫入。水未开，茶莫入。好了。一肺不饮，气滞。一肺不饮，气滞。二肺不饮，至于熟鱼中备用。待茶与水相融，波滚浪涌，此为三肺。可三肺。等等，茶具应用二肺之水清洗。嗯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郎主，之前不知道郎主还有这么多讲究啊。这漫漫长路，反正也没别的事儿。没别的事儿，所以你就耍我？怎么叫耍你？这不教你东西吗？而且，这茶饼之前应该用火烤一下，这才完美。泡茶我也学会了，但是我想学的是珠宝、经商，或是反正并非是泡茶。我都说了我一定会教你，但是现在你先把泡茶学好了再想其他的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茶饼没考过，重来。要不先把这壶喝掉吧，如此珍贵的茶，别可惜了。那你也喝一杯。我不喝，太珍贵了。龙珠请。哦。龙珠请。郎主请。郎主请。不是你。好茶得多喝。此为金晶，产自巨兰，质地细腻，无裂纹为佳。金晶。这颗叫火珠，很多达官贵人十分喜欢，而且外邦会拿它进贡给朝廷。火珠。这颗叫祖母绿，是很悠久的一个宝石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。祖母绿。对。这颗好清透，但是又绿得深邃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。郎主，祖母绿跟你很像。这颗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月光石。月光石更加清透，灼灼风华，君子如月。月光石的话，其实更像是亲娘的感觉。张郎君很像，都是这般感觉。月光石和祖母绿配在一起，其实也蛮好看的。我觉得不怎么样。也是，祖母绿太过夺目了，倒是显得这月光石有些不起眼了。那这样吗？若是用南阳珠配，南阳珠配月光石。
不伦不类的。不伦不类什么意思？一个产自深海，一个产自高山，怎么可能在一块搭配呢？有这么一说？当然有啊，这西域财宝怎能配中原珠宝？可是你看，蓝羊珠和月光石本都是高洁之色，而且它俩搭在一起倒是互相衬托，相隔一张，有一种烟笼寒月月笼沙的感觉，正好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为什么不能祖母绿和珍珠搭配呢？自然更好了。更好？嗯，更加夺目，衬托的对方，甚好。那既然这么好，那我就出个题考你，你就用祖母绿和南洋珠做一个样式出来，明日拿给我。那个，你叫康军停车，我们今日就在此处安营扎寨。快点啊！啊，康总理。哎。狼主内急，此处扎营。好。你故意的吧你？还要喝茶吗？我去给你弄。这个搬过去啊，好，手点麻利点，快点。哎，张郎君，到我。之前在韶州的时候，当真是没来得及跟你辞行。没想到今日在这儿能遇上你，这是要回长安？哦不，云游四方，还没想好去哪儿。云游四方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们准备去武陵。武陵？嗯。武陵是个好地方，倒是可以去看看。江郎君对武陵也有兴趣啊？哦，既是云游，想去哪儿便去哪儿。不过这天下这么大，在这儿都能遇到，得我。我们跟张郎君还真是有缘呐。那张郎君，待会儿走吗？自然是不走。既然你们也要去武陵，一道去便是。哦，那就请张郎君赏脸，今夜与我和端午一起共享野味。好啊。张郎君，要不要试一试啊？拿这个。挑什么小气？那我，先前你跟我说想要学射箭，今天教你啊。可以吗？嗯，你自己先试试。嗯。杀心不足，自然力气就不足。我教你，来，举起来，胳膊伸直，嗯，肘端平，向后拉，啊，瞄准猎物，嗯，
看好了吗？何必处处锋芒毕露，置之死地？不过就事论事而已。但我也希望张郎君身在其位就行其事，希望你能执手中刀笔为民请愿，也能执剑斩尽天下不公之事，这才是你该做的。这是自然，定如燕郎期许。那最好。郎君，找了你好久，顺口好了，吃肉去。你这又是何必？你和他注定不会有结果，你未来的妻一定是有名有姓有门户，你若娶她为妻，就要与整个家族抗衡，若娶她为妾，你愿意？这就是世俗，我们明天回长安吧。屈武亮，当年国礼之事必有隐情。云少，给，小心，给张郎君吃一个。对对，快尝尝，我烤的可好吃了。我也来一个。逗我，逗我。嗯，焦了。哦，一点没事儿。来，啊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啊，其实我这个鸡爪是给曹大吃。曹大，哎，吃鸡爪。好。哎呀，快点。是，谢谢老大。让你吃我就吃我这个。谢郎主。别光吃肉，来张饼。吃饼好。那给我整点。听说张郎君今天去打水去了，不过好像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这所谓近水楼台，我也没见着先得月。哦，可能是镜花水月吧。老大，今天我回归商队，很高兴。我给大家跳个舞，好，我陪你跳，来，我也去，来，哇，明月暗怎舍得不相看，面如花灯照夜阑，石桥心散远不散，那堪相思牵绊，宛如大梦一场，故酒一盏。为人之宿命纠缠，半是遗憾，半是期盼。回忆绚烂，将你目光浸染。世事的心酸，让与梦相伴，遥遥拨塞你。想的